甲轮榴莲辨别生熟方法。甲轮榴莲的果肉呈端正的圆形，每瓣肉都比较均匀，内含2块以上饱满的长条果肉，果肉黄软而稀，味香甜糯，底部多为凹入，果刺细而密，采收成熟度较高，口碑良好，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。甲轮榴莲比金枕、甘瑶、越南猫山浓1倍，适合骨灰级榴莲爱好者，每年就一季。甲轮榴莲辨别生熟方法如下：一、至耳旁摇晃，内有咚咚声响；二、捏相邻的果刺，可以互相靠近；三、用尖物插入榴莲底部，有轻微爆裂声。四、散发明显的香味，熟了的榴莲嗅起来很香，如果嗅起来有酒的味道，那就是熟过头了，这种不好吃。甲轮榴莲一定要在成熟之后才可以食用。